我们等一下我们的今天，其实我们今天在店里原本是要打这玩意儿的轮抽，那为了轮抽的，为了公平性以及为了避免这群人做 money pick 这个行为，所以我们原定是全部用某一个人合打，这样就不会有这个 money pick 的问题了，就不会有第一个人开。是货，威士忌，感谢你的赞助，没有错、啊。好，等我们实况人数有500人再开始开，看来今天都不会有了，看只有晚上实况的时候有。哎、欸，所以 Jack 到底找了谁啊？啊 ？Jack 有找你有你吗？有你吗？啊，我对，就我们家在场四位。这是很简单。有没有 G 大、啊？ G 大，不知道会来。我今天有问 G 大要不要来，他说要来。不然我们先来开 G 大的 S4 好啊，讲一个 G 大的故事。G 大 S4 在你这边哦。对啊。吼吼。为什么会有 G 大 S4？ 吼吼。他在那个香港 GP。他在香港 GP 的时候呢，玩了一个现场的抽奖，就跟日本那个一样，就是一个那个六角形的，然后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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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然后他滚完，他那个时候我跟 G 大说，干来拼谁开比较好啊，然后 G 大先来拼谁抽的比较好啊，然后 G 大转了一个二奖，我说干你这样是要弄死谁？他转了一个三奖还二奖？哦，三奖，二奖是2017的 Modern Master 一盒，第一名是2015的 Modern Master 一盒。我说 G 大，你这样是要逼死谁啊？你这样我要怎么赢呢、啊？对，后来我就不负众望的开了一个乐色，我开了，我没有，我中的不是最烂的奖啊，我中一包 Mother Master， 一包 Mother Master 不算，2017的17的绿的，2017没有啊，我跟 G 大说，你说不定那盒开完没有我这一包贵啦，然后但是我那包开起来还是垃圾，不改变，我的人生就是一打垃圾。他拿一身中的好好比那包，如果那一包开塔莫也赢啊，对不对？开塔莫就直接赢了。这一个仪式有什么好东西吗？仪式，你不在意的旅法门。哦，对，是你不在意的旅法门。是暗禁，是暗禁，不是暗禁，那个沼地历莲啊，我想看沼地历莲啊，一四的彭洛克，一四的假路是那个啊，幻兽石假路，就一个抽牌，一个是可以直接丢一只下来。回本啦、啊，就是四百，约回本，好了、啊，等，现在聊天是多少人啊？十个，有没有十个？我们继续聊天，聊到任何一个人出现，不然我们这样开盒太无聊了。所以开 G 大的，所以我们开 G 大。哎、欸，他说你可以开哦。没有哈，没有，等一下 G 大就在聊天室诈尸还魂哦。哇！所以我们还是先来这个吧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开的盒装，它叫做精英大师。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精英大师呢？精英大师是今年度尾的时候出的另外一个这个，这没有工商的时候我可以讲啊，这个是蛮骗钱的系列啊。那目前国外对这玩意儿的评价有一点尴尬，为什么尴尬呢？第一个，它距离上个系列太，它上一个 Master 系列就是大师系列太接近了，然后距离下一个大师系列其实也没有很远，就下一个是25周年的大师系列，然后上一个是 Modern Master 2017，而且有第二个问题，它的定位。在之前出过的 Modern Master 可以去找我的影片，有现代大师跟Eternal Man 的叫什么、啊？永恒大师哦。永恒。Wiki 大、啊、不行 ，Wiki 会看我台。Wiki 至少会看我影片，这之类的，反正就上 Eternal Master 这两个都会有对赛制做额外的调整，就像。Modern Master 就是完全为了现代，为主题所做的一个系列。那 Eternal Master 就是为了更远古的系列。可是 Iconic Master 它有些东西甚至不在这些赛制里面会出现的牌，尤其是这一次又出了五条龙，请不要出龙，谢谢。对，一般的龙可以，但是请不要再出神和龙了，谢谢大家。
就算重出一些烂烂残虐者，我也不觉得怎么样。但是请不要再出，希望大大不要再出神和龙了。神和龙只是一个能，只是一个能当回忆的东西，它不要再出现在大家的生涯里面会比较好。但是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拍一下这个对面这位欧洲人的邪恶嘴脸。看看这个，因为你要看着这里，镜头在这里。对，你要看，先看一下这个欧洲人的邪恶嘴脸，他手里正拿着一张119美金的牌，非常非常的便宜，哈哈，法克油，他的盒装价格，最后回本的价格呢，约5500块哦，我刚看了5484，对不对？差不多，然后那些 CU 那个砸的还没算进去，加起来差不多。但你花多少钱买不能讲啊，先讲。就是你解这一盒价格多少？对，但总之他就是回了5000多块，也算是蛮厉害的啦。对啊，能有闪的那一张真的是蛮厉害。你要是没有闪的那张，你就直接在路边躺了。你那张3000块。好，那我们即将开始我们的精英大师开盒啦。对 ，CU 应该是不用讨论吧 ？U 说不定还有讨论空间。笑得这么灿烂，一定是个欧洲人。四哎，五六七八九，哇！你在开盒哦！哇，杰克来嘞！太好啦，我们的这个盒主出现了哦。第一张，U 卡先看一下 U 卡 ，U 卡第一张冒泡顶户，干这傻小，这玩意要做 U 卡，是因为它原本就是 U 卡，对不对？烂货，滚！好厉害，然后开闪收计时嘞，闪收计时，人生赢家。我知道。然后，我看我昨天在场。第二张，这个黑白公会法师，没什么用。再来，化剑为离，有啦，化剑为离 U 卡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啊，虽然他出过几百遍了，大概100块以内吧，还好。我最好来讲一个。哦。是我后面抽。哦。啊干，居然是回手地，妈的，生物骑士。生物骑士跟闪的回手地我想说闪打开是地就赢了，妈的还是垃圾。滚，下一位。你要自己开盒吗？够，杰克，够，杰克可以开完坐这里，我们等你那一盒打人头。我要先看这一盒开的怎样。可以，好 ，U 卡第一张取身晋级。没屁用，我有几百张。我昨天要走之前，我把那盒退回手地。你开走，妈去。没有，开了四包，两张密集。哦，沙拉天使 U 卡沙拉天使，这也是怀，这也是怀念用的啦。白魔幻，白魔幻，好，白魔幻好了。白魔幻，啊，想要白魔幻喽。没有屁股绿色，干创生浪潮。最烂的是你知道是什么？哦，不是，是绿诅咒哦！我不要这个。被诅咒。不要诅咒啊！你才刚开哦。对啊，第二包闪卡，闪 C 那算了。那个什么维天不叫维天猎捕啊，叫还有红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叫维天猎捕啊，杀一只。四包，我觉得我开的这样已经很好，还有一张泡泡。哎、欸，这包好厚，绿色有魔力哦，有圈哦，哎。你知道轮抽今天 有人可以打 Channel Fireball 哎、欸，就可以用啊，可以啊，这环境有这 Iconic Master 有 Channel 也有 Fireball 啊。你打一盒，你开盒吗？你有开盒吗？有。他开盒、啊，他那个是盒。就开盒、啊。不好意思。等，我看到这一包闪卡是一张地了，但他到底是这个环境没有闪基本地吧？了不起就回手地嘛，最惨就回手地嘛，那就还好啊，那最惨我也有机会啊。第一张 U 这个一点简单减三扣3滴血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不知道这张牌名字叫什么，不过不会赢肢解啊，就这样了。哎、欸，这环境没有肢解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肢解。二 U 回手地还是红黑回手地？搞不好闪红黑先回手地。哎、欸，电解。丁一美金，我有闪红黑的那个，所以就是进场的那个。哎、欸，看这张是不是要验一下？这张褪色、欸，哎，昨天开的，带回去试包。仙人的浴室，但他的下巴这里不够黑哎、欸，其实我刚看跟另外一张牌。你这是不是
对啊，你看这样是不是有明显？有啊。你比底下两张牌，就几比黑。最近练音品质都不差。没有，大家可以看。没有练音的，我要撕开看一下里面。这个上次那个。好，下一张重点了，地到底是什么？给你抽这张啊，闪的先。啊，尤卡地算了 ，John Arvin 的。葛家里工会，葛家里府什么农场，反正回手地啊。对啊，是蛮漂亮的，才要收。差多少啊？没有这样，我可以这样跟你讲。咋抠？真的咋抠？你要收哪一张、啊？好、哦，没事了，大家辛苦了，我们今天又开了一张，哈哈。我昨天开了才想哭。你的故事我听过了，真的是蛮残忍的。这个 Yuka Outless Outless 之后放1+1有 Life Link 没有用，还好。阿布战战神，反正我们就是这个红蓝回手地 Yuka 通常都。S 康占卜二。阿卡。明年九十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忽然又有说话空间了，蓝柳树丛，闪的吗？不是，一般。那刚刚闪什么？刚闪妈回手地。哎、欸，你这一包跟我好像啊。哦，闪 C。要骗人的啦。好啊，这个幽闭恐惧症，闪蓝柳树丛，哎、欸，不错啊。哎、欸，想想我的真的跟是蛮像的。不过这环境阿加密系才68张嘛的。你知道我昨天开了什么吗？一打乐色，一打乐色，欧尼西斯，密小欧尼西斯，我也有欧尼奖啊！我请不要给我欧尼西斯，我的要求很低。欧尼西斯不是对战礼盒有出吗？哦，是彭洛克版的。他彭洛克版，这个是那个他还没变，他失去彭洛克的时候。OK， 1234567，地落版，好，地落欧尼奖。干！我看到闪的是一张黑色的，不是 Nico Potence， 不要了，要有希望嘛！不要老是闪一些垃圾好吗？又是战士，没有人在意。闪啊，开出来！没有，我刚看到很神。闪大恶魔。然后这个100叫二警戒，每当打到他打到玩家的时候，如果还没有被这个叫什么 Renown 这名字以前翻什么2014的能力。反正就是你第一次打到人的时候放1+1啊，你还没有戴帽子的时候。靠！哎，干找地巫师，找炼巫师哎，请不要放这三张西垃圾好吗？他一把就占了 RUC 各一张。哎、欸，哦，他是 U 哦，那还好。所以他跟那个炉都是 U， 然后那个找那个蜥蜴是 C。是 C。绿色最可怕。Channel 啊 ，Channel Fireball 啊，阿卡，我昨天看，五战战战，还是这张龙啊，玄龙黑杖，黑玄对玄龙黑龙玄杖，黑还是玄龙黑杖，我不知道，反是这四个字的排列组合，没有五色的神和龙里面只有这张有用，只有这张有价，对，我还蛮喜欢这张的，看起来超炫炮的。真的，那星图好炫炮啊！哎、欸，应该说这次我昨天开了，好像只有蓝龙没有，其他干闪 C 算了，不看了，这差小、啊。作为额外费用，展示一张龙，目标玩家牺牲一只生物，然后你捕食力血，那个啦，那个打气的那个展示龙可以吃的。哎、欸，这两张是不是 combo 啊？那个，吃闪的那个龙吃一只生物啊？对，目标玩家吃，目标玩家跳楼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然后呢？结果在第一盒脱缰，第二盒阿克就被我爸贴手具，那个守门的那个，这游戏好难玩。我知道龙算是阿算有良心的，干不要出才是有良心好吗？龙以前还密西耶，第一次出密西那个白绿回手地，哎呦专制哎，专制可以干一大堆坏事。我没有把 U 卡分出来，对不对？完了，那我到时候要分到死掉了。算了，不分就不分了。专制，这个专制打到人就开始磨牌，磨到一张地为止，中间磨多少张加几攻，爽。还有谁？等一下，还有一张密西，我应该找出来是谁。这个是哪一只啊？四点叫二三飞行，打到玩家的时候选回一个或弃一张牌，反正就是这张我不认识啊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个。这是每包都有一张回手地没有、啊？是看脸哦、啊。你
阿卡六六，昨天我拉多斯，这很有拉多斯。拉多斯啊，没有阿卡六，阿卡六六是谁啊？阿卡六六。哦，干，那只打那个也是恶魔龙。恶魔龙。嗯，进场时把你手牌全部弃掉，然后弃几张所有对手吃几只生物。闪卡。哦，原来是死亡之翼啊！还是什么东西？没事，闪卡这个。凯尔顿什么我忘记了？凯格西还是凯尔顿吧？凯尔顿，先攻，四一先攻，然后扯斯变之后四回后卫敏捷进场啊，还有鸟 token， 干鸟 token 是不是那个啊？是那个双拼牌用的吧？对，一边叫四只鸟啊，一边搜找生物抽几张嘛？对，啊、oh、my my god， 没有吧？这环这次有泰坦吗 ？My god， 我有啊。五色泰坦都有，没有，只有绿泰坦，有绿泰坦。My god， 我忘记我另外一张秘籍是谁了。你连想都想不起来，那跑这不是好东西。再想更没人想一下。不要勾起你的回忆，不要想起来。你知道我们两个昨天有打，而且是昨天。这个是那个、欸、什么什么居民放巫术瞬间是打两点，真是好可怕的一件事啊！不要想起来，因为想起来你就会想起它的价格，就会哭了。加二加一 reball 大龙，还好。干，怎么又是这个？请不要再给我这种 reno 的东西要买，不要，请不要给我 reno， 也不要给我 outlast， 这都不酷啊，没用。密西，哦，颜色什么颜色？蓝色。哦，有屁股吗？没有屁股。哦 ，Malink， 马纳卷的 Malink 两 Malink 西卡 ，Malink 要死了。马纳卷是两点蓝吗？马纳卷。妈，没有一般的，有就好了，还在闲。哎、欸，闪出来了吗？还没有啊，我还没开、啊。还记得这一拿。妈拉卷，耶、yeah! ！卡到，正在前往。卡到前上。正在前往欧洲。你得到了欧洲的船票。这张闪击，不是你要下船。耶、yeah, ，也可以当个鞋，也可以当个欧洲，也有欧洲人的嘴脸啦。好了，剩下二手卖了，谢谢大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我只开了一二三四，我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开了七包，有一张仙人玉，是一张 mana drain， 一张蓝柳树丛，跟一张玄龙黑杖，那剩下应该可以烧掉了吧？还有两张密西啊。这样，哎、欸，一包零售价是多少啊？300，所以这里两一二三四五六，这里2100嘛，2100扣一扣，应该是有回啊，绝对回啊。那剩下就，剩下拿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放回加上卖这样。好了，继续。也有可能不止通往欧洲好搞法。对不对？这个500嘛，这个多少？浴室多少？浴室我看一下、哦，快1000，18美。这18枚，500啊，想起来了，这多少？不是2500，这2500台币，哎，半盒嘞，已经半盒嘞，对啊，没关系，那不用，我目前的战力还比较高，他战力比较高，不会，我觉得说不定我会赢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目前为止他，你还有半盒的战力，人不要放弃希望嘛，他现在战力比较高，小笨龙。进场时压一只出去，然后死掉是除宝巨龙吧？我记得。除宝巨龙。二 U 没事，减三扣血，没人在意。三 U， 哇靠！你是不是变 U 卡了、啊？想起来了。詹斯威逼。最脏啊！没有啊。阿卡，破密西，密西要想着密西，要想着，怎么又是丑丑的？威武啊！威武、啊。什么颜色？白色。艾维农吗？艾雷农，艾雷农不是 R， 艾雷农是密西吗？啊、R 啦，好像 R 吗？艾维农是 R， 不是密西 ，R 最好是白指印。可是有生物哎、欸，生物那搞不好是一啊，拿出来看啊啊，陆生生，萨拉陆生生，还不差啦，还有九点六，可，还有9.6吗？还有9.6哦，人家拿300块。闪 C， 我干 ，Guardian 是 idol 哎、欸，谁啊？那个啊，横置然后两点会变生物那个。哦，好哦，我也是。神器啊！没事，开七包就回本了，真是蛮厉害的。回现在了，我们只要先打平现在就好了。已经打平了，这也就打平了。没有打平真的是很难。你看整个蓝色就打平了。
站着。我已经偷看到我的闪卡又是黑色的，闪欧，闪不要，请给我闪绝曲，闪绝曲就太没有道德了。我觉得再看写闪绝曲可能走不出去了，闪绝曲等一下准确就不打了这样。对面就蛮多的，你们说干，你知道送他小？我觉得我们这一届人都不用。珍妮浓烟术士，没事，不是很低。好，阿卡，什么东西啊？红色。红色没屁股，阿卡。红色的。干，怎么想到的都是烂货？红子命啊，没有红子命、啊，没有红子，没有出红子命。不认识，真的不认识。不认识就是没有。叫什么？三点的话就是神怒。哦，干，可以，也可以啦，这有人用啦。这个 Angle of God 是众神之怒，打三点，做神怒打三点，然后死掉放逐。三美。闪息没事了，那个什么什么探子我忘记了，就是吃进场时磨到一张地，好想要艾雷农哦，开啊，没有就跟我说的一样啊，先有一个 mana 卷，再开个闪艾雷农，要求好低哦，在，好，取身晋级，没有人在意，好。你有开到泡泡吗？哦，随机把一张，没有啊 ，U 还没有开到泡泡。把一张，随机把粉，没有啊，把粉场一张随机的瞬间拿回你的手上，然后可以有弹回，就这样。没关系啊，看是这个哎、欸，那个电机比较酷，是可以用币玩死自己的，是这样。对，三块紫硬币。成功得6滴，就这样。大部分情况下没有，是不是失败的时候开始是先扣三滴了？你要先支付，会不会成功？你要先支付三点血。啊？零零零零是绿色树吗？干，不是多托龙。创生。哦，创生多托龙。这张还不错、哦。就是打，就是复一发创生浪潮那个啊。对啊。闪。什么？闪 U。哎呀。不知道闪泡泡有没有假、欸？有哦。就我一开始抽一张牌呢，闪泡泡，除非有人吃一只或者扣三滴血。他以前是 R。嗯。这个这么常用的力，估计以前都是 R。还想要，不然还要什么啊？精品哦。好、啊。我们只有精品没了。精品跟、啊、有人讨厌精品没了，在座的各位。仙人律师已经有了。有啦。老师都不小心看到闪卡，这个诱饵能打，打的时候这只生物能挡你全部，所有能挡他一定要挡，没事，没屁用。哎、欸，一点点加，一枚，一点点加，这个蓄毛生，最强一点生物，不是啊，最强一点生物是那个，有没向导？向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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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不会有影响到。OK， 好吧又是你。干，怎么又是六六？哇，他降级耶、欸！哇，超烂！盲闯，他降级。超烂！盲闯了巴哈洛斯嘛？说明他以前是密西哦、喔。对，他帝国会生一只巴哈洛斯进来、欸。干傻小！以前帝国会生一只四四哎、欸。这是吗？资深步兵吗？这叫什么？这是一点叫一，然后横置可以给这攻击生物加一加一。哦，连名称都忘记了，已经不记得了。干，不是哈、喔，我记得的排名已经算多了哈、喔。对啊，我念得出来的排名已经算不少了。没事，先收起来，先收起来。原来这里有换收的。你假塞。那你把我刚付的钱先退回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。我觉得这样子也赚啊。这样我们就可以谈。不行啊，那盒还没有开，后面半盒还没有开。对啊，他还亏一半。有点钱先上一上了，免得等一下你手贱了，然后就玩到我们就串赛。这个大掠夺人鱼抽272。就他也不是人鱼，他是个章鱼。他是章人。章人。哦，你有几只加一加生物抽几张，然后全军不灭。未来的日本 A 片明星。哎呦，这叫什么啊？你弹回烧叫什么？我忘记了。我之前打小笨狗的时候有用，反正就是三点打两点，然后他会弹回。哇！打卡。听起来就是干。看到五五是不是就只有一种东西，就是龙？龙啊，绿龙，1.2呢？刚刚看到的价。什么翠星还是什么吧？
是叫玉居Rising Star。你可以拿瓶可乐。你可以拿瓶可乐。干可喜可乐。我买了瓶可乐跟。闪 C。我喜欢。哦，艾欧娜的裁决，看这个也是蛮漂亮的。谁画的？这个用金枪把这剪出来，然后杀对面的生物。而且剪了两次，就几百。小白就想说：“干，那边都不想玩游戏。”可以可以可以，就几百。那边都不想玩游戏啊。然后小白很生气，七八九十。然后对面完全不想跟我打，对面都不想玩游戏啊。干，我已经先看到闪卡是什么，一点快感都没有了。流卡又是抽牌跟不灭，没人在意。幻影天使。要出过这回合放过另外一个咒语才跟教这只，但他蛮强的。我觉得还好。哎，慢生成朵，就守军禅法那一个。哦，那个以前有点价，现在还好。比较烂的相扑。没屁股，阿卡，蓝色。地下使命。地下使命这一版出蓝色哦。有。出怎么出阿卡哦？对，干这么好，也有可能是风暴康哦。风暴康只要是蓝阿，基本上都是好东西。风暴康哦哦，可以全退给他，包掉。算啦，同学，这玩意儿是这一次第三柜，第三柜了。我有一张，我已经输了。然后阿卡是这个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啦，四点，然后你只能拿来放，有 X 咒语的那个人。赢了，还好我用骰子决定，因为刚刚他把四盒拿出来，然后问我要哪一个，然后我就丢骰子，然后就你刚才不好意思说一，所以我们就拿了。请大家开始查价时间啊，请问蜗牛是对的，你可蜗牛是对的。哦，这环境还有出熔炉护符哦，不错啊，熔炉护符是那个唯一可以跟。那个 suspend 卡互动的，是什么？阿耶尼群伴，当你获得生命值，放加一加一。嗯。火球，那是不是该抽个 channel 了呢？好，想要 channel 哦。这个进场杀一只的龙。啊，死去杀一只的龙。死去了。阿卡。什么色？嗯，黑色吧。有屁股吗？没有屁股，没有屁股。绝取失去，咦，一点吗？不是，是神器。我看错了，我一直拉到很上面，我才看到不是黑色，是江一平，懒，签什么琼浆之类的啦，反正就是把牌，还有闪卡，嗯，免费调度啊，八一出可以免费调度，对啊，就那他也不算调度，因为他要把全部手牌丢掉。就你那一手要全连他一起，也连他一起放着，所以你牌库就会变少。所以你轮抽放这个，你等下牌库就是33张开打。不一定啊，你可能33张你放闪 C 那个守军打了，守军算守军数量打玩家那个，嗯，他只能打玩家，只能打玩家。他要是可以打生物就超强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什么啊 ？Jungle Barrier 四点叫26，怎么、啊、像炉石战记的数值哦、啊？守军那进场抽一张，这个是某一只小废物守军。哪一张啊？我都没有印象。对啊，对，右耳能挡一定要挡。哦，再来。看这张，居然这只有出哎。这张是那个啊，新手教学套牌的那个精灵啊，对啊，六点叫56飞行精灵，没错，然后朴实无华，朴实无华，他以前是阿卡，而他人错厉害，是精灵哎，要许愿吗？嗯，什么颜色？干，好像是残掠者是密西啊，密西啊，那不是阿卡四四，阿卡四四，红色吗？干，那瓦巴斯啊，隐匿者瓦巴斯，魔判官。哦，赞！干不是，对，法卡之怀，我仙门，小废物，不错，这个，哎，有龙哎，干好了，闪是喜庆思想，哎，喜庆思想不错哎，可，我才把这只龙丢到 U 卡区了，我说干，我才不要这个。
人八会去吗？会会会，人八还会打轮抽，在 B Y O C 区。人生就像一塔小废物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Outlast 的人放加一加一死处，滚，没人在意。哦，干，规则怎么这么长啊？哪一张啊？那个啊，那个 Dragon Takia 的龙。六点七点，七点进场时，你可以把一个龙永久物从坟场放回战场。哦，进场挖一只龙，哎，好强哦！直接进场拉一只啊，一拉一啊。三 U 没有，三 U 是每当有一只力量四以上的生物死去时，你进场死去时是代死，你获得是你补十滴血，没有人在意。阿卡，什么颜色啊？哦，干米西。什么颜色啊？绿米西。泰坦不知道啦。生物是生物，那确定是生物。要不然就 Channel。Channel 没关系、啊。跟 Channel 比较好啊。No， 没有。绿 Channel 比绿很贵哦、喔。No， 泰坦比较贵。泰坦比较贵。可是我好想要 Channel， 因为 Channel 可以干大事哎、欸。对 ，Channel 可以干大事。Channel 就是接 Fireball 啊，对，就死一个玩家，而且是 Rebecca Gray 的。绿海一堆不能用啊！哦，这个盲目法师，三盲目法师。好了，又有 Channel 啦。那再来还想要什么？还没有抽到艾莲龙哎，好想抽到艾莲龙。怎么还有这么多包啊？好多包啊！看你还有几包、啊？还有。自从开到八去以后，就嫌自己的包多了。二四六七八包。你看他毁了、啊，你现在把钱退给他，你哎八包哎，第一张就八包，终于开到了、啊。这个是之前贵到了不起的 U 卡，曾经一张一千，曾经，现在一张六枚，不过还是很厉害了。八包米斯拉的饰品，干怎么又是除宝巨龙？不要再除宝巨龙了。除宝巨龙又不是阿，你在怕什么？可以帮你挖掘。除宝巨龙以前在乌沙斯沙卡 SD 池，你是 U 是阿卡，他是阿卡、啊，之前的现在降了。这个天使什么的结界，就是你补四滴血以上回合结束升天使。天然香水啊，你补四点以上会掉一只天使进来。咦、欸？什么颜色啊？哦，这个也蛮不便宜的，魔石章。哦，这个赞，这个十枚，魔石章就是那个、啊、那个蓝黑魔牌料的大招啊。对。这叫什么 ？Unthinkable 什么？为？我看啊。干忘了。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个撇式恶念。哦，撇式恶念。那个魔石章，闪卡。闪 U 啊，算了，闪 U 那个幻象天使啊，幻象 Illusion M 不血，幻象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幻影天使，他也不是天使啊。后来发现，我后来发现我才念错，他不是天使。我以为你是这一张哦。哇，这是我跟黑白棒球系接轨的，他是阿卡吧？啊？哦，谁知道？说他的力气就强。我昨天有开到。棒球系，你说哪一个？黑白那个、啊。哦，那个。这张还不错哎、欸。那个反两色啊，然后你跟对手血量差多少的时候，它会变十十啊，变战神。没有，你总生命超过十。就你要没有你要三十，对面要十吧。你跟对手差。然后其他赛制要用算的、啊。我看到闪的是一个两费神器、欸。最近两费神器是不是又是给我一个 idol 呢？精品几费啊？一费。啊，干算了，精品两费。哎，一费。那算了，那没有希望了。这个你想闪精品吗？精品哦。七点教试试的 Oracle， 这个效果是选一个对手抽到跟对手手牌一样。对，就是七点神恩。七点的神恩，带一只怪的神恩，不错 ，IDH 还是可以用啊。这样很厉害嘞、欸，很厉害、欸。我觉得用刚把阿克打死嘞、欸。天使，干慢又是慢生成朵。慢生成朵，那个绿守军人，阿卡，哦，密西，哪什么颜色啊？密西生物，
我还没有看到颜色。看一下颜色吧。看一下颜色。红色。完了。也有可能是 Kiki 哦，雷猴 Kiki 吧，干可是 Kiki 雷猴或琪琪，就两只这两个。我看屁股肌，我看一下多大，琪琪二二嘛。对，琪琪二，雷猴66吧。雷猴比较好。五啊，五，干哦，琪琪啊，也是可以啦，就 EDH 料啊，又有一个材料了。镜烈琪琪，烈镜琪，烈镜琪，所以我想要闪的是，我好像有啊，我好像有第二张了。我闪的，闪 U， 哦，干，干，干，闪湖，闪闪闪走，闪锅，二水，什么二水杀小，反正就是万圣节会出来的东西，就是垃圾，就这样，就是，大概就是个垃圾，就是个垃圾，刚刚密西了，刚刚密西差不多了吧，这边应该都没什么好玩的，这样留啊，那一张什么东西，消除魔杖，哦。哦，第，我帮你看一下，交流啊，这跳龙最有用。Four band， 没有龙啊。没有，你要那个你就放正常的走。哎，索兰发电机，终于有一个可以打的。对啊，但我十几个索兰发电机，阿卡没屁股。天眼地啊，白色，白色，白子命，白子命。白子命 A 开头的、啊，因为他十号。十号那就是白子命啊。哦，严峻子命。有东西还是要的。十号就白子命啊。白子命啊。A 开头 ，A 开头在你前面呢。对啊，因为白子命 A 开头的、啊，因为他十号啊，我就直接看了。哦，闪 C， 但我的闪卡都没有了不起的，这么小巨龙，小亚龙，七点叫鸡鸡。七点叫鸡鸡，七一七。记忆强。七点叫鸡鸡，践踏白板。怎么我的闪卡还没有 surprise 的东西呀、啊？好想要一点 surprise 哦！我才不要你！闪R都还没有看到、啊，你闪R还没看到？哇，一般的都已经开出闪大了，看来这一盒非常的屌，闪绿龙。来的，不要，我绿龙了。哦，有一个好料了。有可能。Lightning Helix 闪电螺旋，很强。闪电螺旋很强。妈的常用，干这个知恩之词，还不差吧？火焰之塔是没有知恩之词，好像是 Shark Land 的名字，这叫怎么什么？阿卡没哎、欸、有屁股，阿卡有屁股，红色阿卡有屁股，红月贤者，啊？还没看到啊？看一下他屁股。贤者是阿卡吗？对啊。哦，那我想要贤者。搞不好是卡登摩产业。我他妈又要飞的，又是龙。卡登产业的566吗？攻击屁股大还是小？我干，怎么这么厉害？神和龙，我有三只神和龙嘞，好屌啊、哦！我昨天开四只，一盒只，对，一盒开四只。闪卡我干什么？三张都是垃圾。欸、不要这样好了，闪卡、啊，哦，闪 C， 哎、欸，这是红龙都是新化，这个加二加里那一龙都是新化，龙都是新化，攻击加二加里，所以这个收藏价值高，对，但真的吗？可是，有些龙真的比旧的龙好看多了，你看旧那根本是一条蛇，那是亚洲时代亚洲概念中的龙啊，对，这个也是一条蛇啊，这现在看起来是很像一条蛇啊，比较大条而已。是什么流星吗 ？Falling Star， 就有那个细细长长，看起来就像赤尾青龙师。十张，一张那个巫术瞬间打两点、没有人在意，我也不在意。红蓝回地回手地也没有人在意。哎、欸，纯净四符也没有人在意。阿卡，什么颜色？是绿的，蓝的。黑色，黑色怎样？截取资讯。没有。没屁股。有屁股。阿卡。生物。完了。七七七。也、欸、有可能是二一啊。七七，看屁股啊。二一那个什么爬本那地落爬本那一只、啊。看有这只。啊，有泰坦吗？没有。如果是他的话，你也赚啊。恐怖血妖啊。恐怖血妖。也不是，也可以啦。符痕恶魔，哈哈哈哈哈！他在那个新手盒有出这封面人物哎、欸，符痕恶魔也不差、啊，不是不行啦，但没有其他的好啊。他想爱龙，
我要想艾雷农哦，闪 C 没事，丢律师闪 B 虫，闪 B， 人家都是闪攫取失去，你只有闪 B 虫而已。你闪啊，还没开出，还不要太绝望。我们还有三包哎，干没有闪啊怎么办？我笑你啊，没有闪啊，只能骂他卷了啦。公会法师，已经看到你了，你 U 卡已经看到爆炸了。我球。哦，好，没有人在意了。迪米尔的回手地。哦，什么颜色吗？阿卡，非生物。什么颜色啊？颜色。嗯？哦，那个啊，白绿。没有没有地啦地地。哎，在白在在哦在。这个 Horison Carbab， 我只能我知道这样念而已。好 ，Canopy。有价穿越地平线，没有啊，就是那个啦，贴皮套用的那张地啦。站站站站站，闪卡，哦，闪啊，终于到了可以讲话的时间了。什么颜色啊？闪啊，然后闪完的就站啦、啊。没有屁股，绿色，怎么看起来又是不是冲绳浪潮，又是 channel 是 channel 密西嘛？对 ，channel 密西。那干，那一定冲绳浪潮、啊，不然还有什么？干绿诅咒，绿诅咒，no， 干、啊、你有地平线呗 ，no， 可是地平线75美，你在怕什么？可是诅咒哎、欸，不重要啦，什么不重要啦，不重要，干你老师闪诅咒，闪诅咒真的是闪诅咒，哇，记错了，地平线那个37啊。但地平线还是很贵啊，还是很贵啊，对啊，1000多哎，好东西啊。还看到闪诅咒，我的闪卡是闪诅咒。你可以打五个人呢，对啊，不错啊。哦，只有这人先到，走，你可以走，这两个，这人也很猪龙。好，走，那个跑路我都还没来，我还没来。这叠是哪小？哦，这叠是闪卡，干，我已经把它丢上去了。呵呵，他们一定是数值啊，他们没血啊，有的有血，有的有血。哎，看这里是闪 U。我一直把奇怪的东西丢到奇怪位，这里这里。那你一定把闪诅咒丢掉。没错，在这里。但我想把它丢了。闪诅咒。不是很厉，不是已经不是说不是很厉害，因为它没有用啊。完全没有用。EDH 可以用了、啊，贴一个玩家嘛。我看一下。然后大家就想打他。Full ban 没有人在意，浓雾疾防。哎、欸，电解又有一张电解啊。电解还不错哦。好啊，索兰发电机，好啊，这一波好像蛮厉害。阿卡，看着这样子，我觉得还好，已经很好了。干干妈，怎么要不要凑三只这个多头龙？多头龙，嗨抓，哪一只的多头？红绿多头龙进场配，启动的时候可以放个加一那个连级多头龙。干闪 C 是什么？进场选一个颜色，进场抽一张牌，劫富的生物获得反选择颜色的保护，好吧，一般就是白结界啊，然后三点的那一张，嗯，不过它有附带效果啊，不会移除自己啊，所以你选反白，自己结界不会掉。最后一包了，好想要艾莲农哦，好想要艾莲农啊，主力，第四张逆袭吗？好想要艾雷农哦！我要求没有很高，请给我艾雷农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冲生浪潮是……哦，不是引领冲浪潮。艾雷群伴，没有人在意。没人在乎啊。四点交二六进场抽一张，没有人在意，大家都不在意了。幻象傻比也没有人在意。没人在意啊。啊。阿卡，什么颜色、啊嗯？号码蛮小的，所以说不定有机会啊。白色哦。哦，99号就到黑色哦，这么快？对啊。黑色，没屁股。截取失去啊。收了四十哦。收四十你就爽翻啦、啊。九十几号吗？九十几号不是？干，收了四十110号。哭了。没差啦。已经赚了，怕什么？干好了，这也是干神河的那个啦，夜魂判魂之夜啦，判魂之夜，所有生物减一减一，
心情上可以。你差一点就是吃民权的。没有 ，Nego Florence 也超便宜。Nego Florence 那一张图超便宜，要旧图才贵。因为那张图出过啊，那张 Eternal Matter 出过、啊，而且我有开到。闪卡，闪十一，好，我们游戏结束了，指出。你要赚钱吗？我觉得还好。没有赚吗？有赚。有赚吗？有赚哦。有赚了，你一大堆那个什么三十枚以上的东西，十枚以上的东西。你知道吗？昨天开完了以后，好像是只有两张。GG。两张以上十枚。GG。我先把所有可以用的东西拿出来，什么心灵石也可以拿出来啊 ，Mix Stone 也有用啊。